我们继续讲解啊，这个气象学习常识的第41课，这是这个课程是接这个来自于这个不要让气象学习双轨，气象学习常识圈，对吧？所以说，如果信仰，如果道是道，如果你把道是道，道是道，生活是生活，对吧？人是人，对吧？组织组织，如果你全部给分割开的话。你只能最多能做一个推理，但是呢，你们无法融入你的生命，无法融入生活，因为你的生活展现信仰。因为本来我们说什么生活就信仰，对不对？对。我看你的生活就看你的信仰，看你的信仰就看你的生活，对不对？如果我们把这个，如果我们学真道，如果我们学习这个道无法融入你的生活，无法改变你的生活，说明什么？这个信仰没有进来。所以到最后的话，信仰和生活脱离的话。你最后也是什么？肯定是矛盾了。最后的话，肯定是什么？你也不能结果子，你不可能有果子，对不对？你怎么可能有果子呢？因为你知道果子是从生活来的，对不对？对吧？因为我们说你到底好不好，我们看果子，其实说白了就看你的生活，对不对？生活反射出信仰。如果你的生活。并不像主耶稣基督所看到那个生活，对不对？那说明你是有问题的人，对吧？所以你学习这个真道也没有，你学习这个道就没有用，对吧？道和生活他们两个必须一体化。所以说，很多人可能会离开，并不是因为这个道，后面更多人，听没有？像哥林多教会去这个抱怨，去抱怨哥林多，对不对？包括这个。以色列人抱怨摩西都是同样的问题，都是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利益。你们想是不是这样？都是影响生活利益，他们才离开了，他们才叛变了。不是因为摩西这个人是不是摩西，就不是是不是神家领袖的一个问题，知道吧？不是，因为他们最后的叛变都是不愿意接受上帝所给我们的标准。是无法执行了，说白了是无法是执行这个标准了，所以都会离开，不会是因为这个道，对吧？虽然说这个道很容易，但你知道这个道很容易，但执行起来很难。这个道很容易，但执行起来是很难的，对不对？跟随耶稣的人，那么你说咱反过来讲，你说耶稣讲的道没有问题吧？没有问题，对不对？多少人跟随耶稣？你知道多少人刚开始的时候，多少人因为这个道跟随了耶稣？但反过来讲，耶稣让他们撇下一切的时候。对，是不是都走了？对不对？因为他们并不想过耶稣所说的生活，对，是他们并不想背十字架，他们并不想和耶稣的背，不是说因为耶稣的道讲的不好，是因为什么影响他们生活了，影响他们小义了。我信耶稣的目的是因为，你看又回到这个田了，我信耶稣的目的是因为小义，是不是？然后我的小义被影响了，那我还信你吗？我信你们，我对不对？你比如说东哥开家饭店，东哥以前他承诺过5000块钱，我跟东哥干，对不对？东哥不过5000块钱，我跟他干吗？不干。我跟他干吗？不干吗？我不干，对不对？我信耶稣的目的是因为小义而信耶稣了，这你要说这根儿，这是根儿，你知道吗？这是根儿。我信你的目的是保全我的小义了。我个人利益、家庭利益，我才该信你了。然后你现在这个道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的道影响我的生活，影响我的小业，我会果断的给你什么？给你割开，对不对？果断的跟你割开，是因为你的三观跟我的三观不一样，是，对不对？尤其是保罗说你要以我为标杆，你知道以保罗为标杆，并不是只是几大兄们为标杆。对吧？你以保罗为标杆，并不是只是单纯说我解答的经文能不能跟保罗一样就行，我这一辈子就行。这个也是为什么像以利沙他们一直出不来的原因。因为他们认为什么？我只想要这个道，我只想来学习解答经文，我的人生就 OK 了。我可以拿这个道，拿这把剑，所有的教派来了，我都干掉他们。对。
对吧？我天下无敌，我像就好像我得到了什么屠龙刀一样，倚天剑，我得到了灭绝时代的这个那倚天剑，无敌了，就好像这个刀无敌了，就好像我的信仰无敌，你知道吗？但事实上，什么解答经文？解答经文，你对于福音像的认知，只是刚起步而已，你还有后面很多很多什么？你的生活的改变，对不对？你的生活是需要改变了，你需要走入正轨。对不对？为什么保罗说以前偷窃了，现在也不要偷窃了，对不对？以前诡诈了，你现在不要诡诈了。如果你只是学了这个经文去了，我以前诡诈，我现在还诡诈，那么反过来讲，那你学这把剑也没有，就没有必要了。但是如果你诡诈了，人家别人说你不需要诡诈，你还不无法接受别人，那么你就选择离开了。对，气死了，对不对？就比如说沙文迟到的问题。我会说迟到，不光迟到的问题，对不对？学经文跟迟，所以说你这很有意思啊。你说你学的解答经文，你从来不会想到跟迟到有关系吧？迟到，是的，对不对？但是呢，如果假设说上班以后啊，会因为迟到的事儿，总是来说我们几点聚会，总是迟到，你觉得他可能会被迟到给赶出教会，他会因为迟到，甘心，他会因为迟到，为什么？屡教不定。屡教不听，是不是？你连最基本的规矩，就是你连最基本的做人规矩都不懂，你觉得我还会要他吗？我还给他过来坐下来，没什么可能。你说了，你连这都听不懂。我说那让你坐下来，我说让你每天都能准时到达，你这个都做不了。你觉得你这个人品有问题？你这个三观、人品属性很差，能不能理解？是这么回事吧？我说比如说你们每次我们说聚宴聚会一遍，你们每次都十点到，每次都这样，你觉得我怎么看待你们？我真的是你们脑子有问题，你们二人脑子有问题的。我这样别讲不上，我感觉什么讲不上没有用是吧？为什么？因为你们听了这个道，跟你们生活完全没有改变，对，没有改变，你知道吗？是不是这样？是。那么觉得这个道理没有？你们想是不是这样？是的。那没什么用嘛。那么你的三观败坏，你也不想解决，所以你又明白，你又明白了，后面离开的人全都是会因为什么三观属性刑具打仗执行命令，在这过程当中屡教不改，给你说了一遍又一遍又一遍，然后你还顶嘴。对吧？你这样的人就没吃了。你就说什么？你连做人就说白了，你连做人做事都不会，你还学啥真道呢？你连做人都不会，你还学啥呀？是不是这样？你连做人都不懂，做人你还学什么真道呢？就是这样。所以三观属性的问题，对吧？所以说我们今天这课讲什么？基督教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先念教纲，友谊第一，很熟悉吧？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友谊第一。我们比赛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真的比起咱俩还是挺惨的。嗯，先念教纲，马可福音12:29-31，耶稣回答道说，最重要的诫命是什么？听话以色列，主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主，你要全心全情全意全力爱主你的上帝，其次是爱人如己，再也没有任何比这两条诫命更大了。然后还有这个马太福音12:30-31，主耶稣说，不与我为友的就是与我为敌，不助我着急的就是故意拆散了。所以我告诉你们，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以赦免，但亵渎圣灵的罪得不到赦免。启示录3:1-2和4-5，君王基督对撒利教会说，我知道你们的行为名义上是活的，实际上是死的，你要警醒，把所剩无几给这个教会领袖说，你把所剩无几奄奄一息的生命振作起来，因为我发现你的行为在我的上帝面前不纯全。不过在撒迪，你还有几个人未曾玷污自己的衣服，他们要穿白袍与我同行，因为他们配得这样，得胜者必要这样穿白袍，我绝不会从生命册中涂掉他的名字，我必要在我的父后天众天当中承认他的名字。
在启示录三章十一节，三章十一节，君王基督说：“你要吃住你所有的，免得别人夺了你的冠冕。”就是说，这个也是我们现在这个基督教、基督宗教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我们的信仰也就是什么？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什么意思呢？说为什么说是友谊第一？就是说，其实我们的信仰也就是刚开始来的时候什么小义第一，对吧？你发现没有？耶和华神说了两条诫命，对不对？对吧？他们把小义第一，你要爱人如己，爱人这事儿，他们这放这里，爱人这事儿，他这是放第一位。他说友谊第一嘛，友谊，友谊第一，小义的事儿，他们先你好我好大家好，为什么每次都讲这个？对不对？但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大义，是吧？他们是大义什么？也不一定是第二，你知道吧？可能是第八，可能是第八，对吧？可能是第八，你知道吗？大义可能在他们眼里是大义，就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不知道放第几，你知道吧？就尽心尽力爱主，尽力对吧？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你不知道这个是第几，是不是？所以说我们连这个顺序都不明白的时候，你想想行了，你比赛，你注，就是我们现在像刚才我念了经文句子，对不对？就像那个很多的教会在比赛一样，很就是说你要去争夺这冠冕，很多人抢夺，对不对？你像你都没有这个意识，你都觉得什么友谊第一，人乐第一，我的冠冕给你啊。我不中啊，你拿，这才是真的有意义。你拿给你啊，我下地狱，你上天国。能不能感受到，就是说我们居然不知道这个比赛的残酷性，就是我们也其实当我们开始以小义为第一，爱人如己为第一位的时候，其实你是什么？你是不存在比赛，你知道吗？就是你的比赛，人家别人可能。疯狂的比赛跑步怎么样，而你的比赛什么慢悠悠无所谓，能拖拉也拖拉，也没有什么竞争意识，也不存在竞争意识。为什么？因为友谊第一，你竞争太过分了，不太好。能理解？友谊第一，你如果跟别人竞争的话，那还友谊第一吗？你我问你，是竞争第一还是友谊第一？竞争第一。哎，到底这句话是从我们中国出的还是国外怎么样？互联评价是相对的精神，就是精神吗？国会的时候经常喊口号这样。友谊都会要重在参与，重在参与嘛。我们所有人，因为这句话你要知道，他是给谁说的，你知道吗？他是鼓励那些什么一些没法拿到冠军的人。你知道有些人他就说，你比如说我也想参加世界杯，对不对？但是呢你给你个什么去参加机会，你知道吗？能不理解？重在参与，我们就重在参与，就是你比如说我已经知道我自己什么得不了冠军了，就是他世界杯得不了，但是呢我想体验参加世界杯那种感受，那种气氛，我会上上万人，你知道吗？所有人哇那个唱，我的噔，对不对？那音乐都起，对不对？你就说什么意思？就说你想去感受一下，你去感受，你知道吧？你是为了感受那种哦，就是说那种世界杯的气氛，我也参与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那么对我来说，你要对我来说，我就是个业余选手，我就想来参加比赛。我，你说我竞争第一，我没什么可竞争了。我竞争啥呀？竞争？我有什么可竞争的，对不对？嗯，能不能理解？就是说你并不是那种，你并不是什么职业选手，你也并不是说因为存在能得胜了，基本上就是给那些什么样的人能体验这个竞赛这种乐趣，就是说乐趣，你知道吧？我们讲这些人讲乐趣，像东哥打篮球，对吧？你说你讲你在谈论 NBA 大比赛，那打第几名不用讲，他如果能，比如说东哥如果能参加 NBA， 有个这样的参与感，你知道什么？他还管能得胜，他不存在得胜，你知道？对于东哥而言，他不存在得胜，他没有怎么得胜。但是呢，来体验，对不对？能不能理解？我能参加，他就是一个很棒的感受。对，就是很棒的感受。全村最靓的仔了。
他不存在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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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名，哪有什么第一名？那哪名次不在那友谊第一吗？我们友谊参加比赛重在参与嘛，我们都是重在参与，你知道吗？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这都是重在参与。但对于真正像拿世界杯冠军的话，他绝对不会这样给你得到名单去，对不对？他们肯定是比赛第一，他肯定是什么冠军，我是冲着冠军来了。对，谁跟你参与？你以为他要给你打友谊赛？你以为他要给你打个友谊赛？友谊赛？朋友赛，都会给你打，天天都会。你觉得谁会给你谁？你觉得真正参加奥运会参加世界杯比赛的那些人，谁会给你打个友谊赛？是友谊赛，你知道什么友谊赛吗？友谊赛踢着玩玩。对，友谊赛能踢着玩玩，试试水，对不对？他会给你正规给你踢吗？你知道中国跟巴西的踢个友谊赛，就踢个替补。巴西替补人才上，你想让暖耳朵去吗？对吧？球星去啊？不可能，友谊赛，你想多了，友谊赛，能不能理解？替补就能虐我们？对不对？替补就上玩，跟你玩玩，跟你重要参与，但是你有感受就不错了，能不能理解？就是说，友谊第一的人，友谊第一，他对于比赛是无所谓的，但是呢，跟主耶稣基督的教导。他就是相反的，因为主耶稣什么？你要免得别人抢夺你的冠冕，这个是这个比赛，他这个比赛他不是说输就能结束了，比赛就生与死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是说你死就死了，不是说你输就输了，输家你被别人抢夺了冠冕，你就要下地狱，你被别人抢夺你的位置了，你就要下地狱了。这不是说输了就输了无所谓，别人抢夺了，本来天上你比如说给秀儿预测了冠冕，对不对？然后被别人抢被谚语抢了，然后秀儿说了一句不要紧，没事，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对吧？这脑子有病，你知道？这如果真的这样的话，你脑子有问题。对呀，你不要脑子有问题吗？你不要脑子有问题吗？你意思是说我下地狱无所谓，反正谚语上去了，你会吗？如果你比如说你们手上真的有一个什么，对吧？对吧？如果你们手上真的有一个，就是票是已经定了，对吧？因为正常什么，你如果你真的有，你说拿个绿卡，对不对？给你了，对不对？你一般正常你是保护，对不对？你说哎，给你，你会吗？不会，对不对？你这都这上帝给你的一个这个去往天国的门票，对不对？你把这门票给别人。那么你别信了，问题那么你别信了呗，你给别人别信了，他不可能，就说，所以说这是不可能，就说基督教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这个事情那就有问题，这个东西，对吧？小义第一名，爱人如己，对于比赛竞争无所谓，对于比赛的竞争是无所谓，就很有问题，这东西，从一开始就是从你们一开始进入这个信仰里面就很有问题，这是搞笑的，对不对？因为他告诉你说比赛无所谓，比赛谁得胜，但是耶稣不断的强调什么得胜的穿白衣，是不是一段不断强调，对不对？他这个点很关键，得胜穿白衣，得胜，对不对？是不是得胜？是的，得胜穿白衣，对不对？他没有说失败，有没有说失败也可以穿？是吧？得胜的穿白衣，你要明白这个东西，你的点是得胜的穿白衣，得胜他穿白衣，那么你失败了有什么用？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什么基督教不存在的东西，没有穿黑衣，对吧？没有比赛，对吧？其实存在比赛，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你好我好大家好，都不要都无所谓啊。其实没有比赛，其实没有，对不对？人也没天没什么比赛，都是重在参与，能信个耶就是能信个耶稣，能在这个信仰里面追求小义，个人利益和家庭利益，爱人如己，我已经得就是。他们认为信耶稣能得到，你要知道他们已经很平安，感觉很棒，是原因什么？因为他们已经得到了，他们想得到了。如果你现在穿福音告诉他什么，不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是比赛第一，他会给你翻脸。也他首先可能不会听你讲，他会给你翻脸，为什么？人家已经得到了，人家已经得到了这个。对，他得到参与了吗？信耶稣小义有满足了，对不对？对，他的小义个人利益加上利益有满足了，你再说比赛第一他会听你讲吗？不会，
不会拧翻脸，对，他是不会跟他根本不在乎你这个东西，你想是不是？是。为什么我们当时信耶稣的时候，为什么对于这些点无所谓？你想想是不是这样？一开始的时候，为什么一直到现在，一直到反正你认识我之后，为什么你们出不来？因为你们的这个这底儿都没有搞清楚，在这个信仰里面，竞争比赛是很残酷的，生命的冠冕的数目是有限的，你不争夺，别人抢走，对不对？如果你比如说你一开始信耶稣的时候就灌输这个思想，你今天就不会这样。是的，绝对是。对吧？都是拼了命的追啊！你追我，我追你，是不是？你追我，我追你。你我看你做的比我好，我都赶快加班还加点的比你做好，是不是？是，就会形成一个什么另外一种画面了。就是因为什么我们现在变很多变得又饿又懒，其实就是这样的，友谊第一嘛，无所谓嘛。友谊，我有保持住了我友谊了。弟兄姊妹你好，大家好，每个周的聚会，你还让我怎么样？我已经重在参与了，你还让我怎么样？你还让我怎么样？你还让我？所以你会发现以前聚会也是迟到的也有，早退的也有，很多，很正常，都在参与，对吧？这是教义，他们的教义从一开始的核心就是说，他们的这个基督宗教的核心教义就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那么他们怎么可能形成一个强大竞争的这种意识？有竞争意识吗？没有。有竞争意识，不可能存在竞争意识的。所以说你没有竞争意识，你没法理解为什么雅各和约翰在这竞争，就是啥呀？有什么可竞争的？就是啥事？对不对？不是友谊第一，竞争啥呀？对不对？他耶稣左边右边，竞争啥呀？是，对吧？另外十个使徒他恼怒，对不对？OK， 生啥气？友谊第一。你可就是很可笑，你知道吧？人家能做到，你想能坐在耶稣左边右边。那这个位置多高？怎么一共才两个？一个大元帅，一个他另外一个是宰相，大宰相，对不对？一个是宰相，一个大元帅，对不？是不是这样？嗯。然后这两个左膀右臂的位置，对不对？嗯。对吧？你说有一第一，就在第二，我不中，哎，宰相的位置给你。嗯。那这不是这呵呵？你想想行了，你觉得可不可行？就说比如说你像我公司啊经理啊，你知道副总。副总经理这个为啥空缺？然后没人抢，他送你来，你来，你来，对吧？人家副总一年50万，你真的能给吗？你真的能给吗？你做个普通员工一个月5000，人家一年50万，你给？你能给？你能给？你不想？你不想？耶稣是总裁，对不对？他现在缺个副总，对吧？左膀右臂，对不对？副总年薪50万，你现在年薪5000，你说你来来，你去，你会？你会吗？你会学会？学会啊！你这个时候你这个时候你讲过吗？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你讲吗？我不相信。说在现实里面，我觉得这个不成立，你知道吧？你们觉得成不成立？你们觉得能就在公司里面一个副总50万呢，然后没有人去抢，都在互相谦让，你来，对，你先。你先掏，你先行，对吧？我觉得暗地里还要使小聪明呢，往前走。对呀、啊，现实里都不可能有的。我跟你说，嗯、为什么你讹我斗什么？嗯、对，因为我诈，你讹我诈斗，为什么在职场上那么多斗？确实，哎呦，啊，你也知道，一个位置都明争暗斗，拼了命的抢，对不对？这是正常推销逻辑吧？是的。约翰雅各在抢着两个位置，你知道抢，人家都知道这个在抢抢，而到了我们基督教里面，这是友谊第一，比你在第二。哎，你来，你请，你请，哎，你坐，对不对？你坐，大将军，你来。搞，我就说，我就很搞笑的，就大将军你来，大将军，中将你来，少将你来，对吧？团长你也来，你都来，你干啥？他是不信的，看不见才信。如果你信的真的，还嘲笑呢。你觉得搞不好笑的？对，嘲笑你。对，你信真了，你做人就嘲笑你，你还真当真了。如果你
很积极，你这教会很积极的，哎呦，你怎么都当真了？对吧？所以说，好像真的一样。对啊，所以说什么意思？我并没有看到我们真的追求荣耀、身份、地位。第一是我们不追求这，第二我们也不保护，不追求不保护，这是很奇怪的。就是说在基督教信仰里面，不是在基督教中，在基督国家里面信仰里面很奇怪，在福音信仰里面、圣经里面，这个信仰很奇怪，从来没有过事，不管是旧约、新约，我从来没看过像今天外邦基督宗教这么奇怪的信仰，我没有见过了。我在圣经里面，设在圣经里面，我没有看见，很奇怪。你们觉得奇不奇怪？很奇怪的东西，你知道吗？那有什么有意比的？本来是这样觉得，对不对？旧约里面，你看那些人都拼了八节，对不对？上当是往上走，对不对？可拉一档，人家你说可拉一档，人家很重伤，人家想夺去摩西的位置，对，对不对？我跟你说，现在听你把那个正确的东西解答出来了啊，你把这个道解答出来，我们才发现我们是奇怪的，是不正常的。是的，原来我们觉得挺正常的。是的，我。对吧？对，就说像真钞跟假钞一样，没见过真的，一直用假的，觉得挺好的呀。真的一来，发现那你才有问题。不管是旧约也好，新约也好，就是就是说很我们追求的东西很奇怪，因为本来呢，这个荣耀的东西是说竞争，对不对？荣耀就是上帝给我们预备的荣耀，是我们都其实我们都想得到的。哪有送人来一个？送人，你来，哎，送人了，哎，送人了。很奇怪，还以为那样是谦卑的，对不对？爱人，还谦卑，对，是，我也不你说是爱和谦卑，还是说就是其实友谊第一比赛这儿重在参与，就是基本上没有比赛，无所谓，就是无所谓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们对于这个结果是无所谓的，比赛最后你说你有爱，就你咱反着想，真的长袖真的有爱到一个程度。宁可地下地狱，要送燕语上天国，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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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逻辑思维是你有我也有了，知道吗？他已经先入为主了，他认为我很安全，我也有，你也有，请，你先请，真的，知道吗？所以就是说，他已经是被洗脑，被一些假的东西给欺骗了。什么就是在利益面前，你知道什么爱不爱？对吧？你随便下地狱，你说我们居住下地狱，记住。说我下地狱，你今天对耶和华神起誓说，你比如李定说我是李定行，不敢耶和华神，我把你给我预备了一个座位啊，白衣啊，不要给我，给陈定行，让我下地狱，然后给他，你敢说你的爱，我就看你的爱在哪里，不敢，就我就说，你说爱，你说你哪有什么，对不对？基督教里面就是只要你进教堂都已经是得着了，对。对不对？这是基督徒，对吧？是不可能，就是说神的儿子。你要知道谁敢这样把自己的寿命冠冕给别人，能不能理解？所以说，因为冠冕是一定的，他就肯定有的人进不去啊，现实，对不对？你比如说座位也一样的，那么多人，我就放八个座位，今天就有八人坐不了，是不是？那谁说，哎，来，今天我来称道，我来站了他，我来站，我来站一天。我看看谁要站一天，跟我一样站一天。对吧？我跟你讲，如果真的八个座的话，一早就来了，很多人一早就来了。晚上就来了。晚上不回去了。然后回去了，然后你记不记得在上学的时候占座？对。在学校里面占座，把那个水壶、把那个书包、把那个放在占座里头，那占座。去餐厅占座。对不对？座不是一定的，你知道吗？餐厅，你把吃饭。因为一旦下课，那么多学生，对不对？餐厅占座吧，还有晚自习要占座，是的，对，你这都占座，要占，要排队，对不对？对吧？这座不是一定了吗？那不可能那么多，都那不可能全部了。所以说，为什么说主耶稣说什么？你们要保护住主耶稣所赐给你的这预存的冠冕，不要让免了有人，比如说免了有人把你这个东西抢了，免了是什么？你不行，别人会抢你了。对不对？保护得住了，不是冠冕，不是说每个人都会有，有的人没有是必然的。如果真的在我们教会里面，比如说只有五个冠冕，我跟你讲，你想想这个抢夺这个竞争力多大？只是说，因为什么？你们不相信，你们还得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来，你来，你来，你来，
你去，你去，你去。假惺惺的。你来，你来，你来。本来自己想做的，要手样给别人。不是，他不是假惺惺，你知道吗？他不是。他看不见那个，他不想。他就是认为比赛这个友谊第一在这儿，他就这么认为，他不是假惺惺嘛，他真给你，真给你。他就是梦中了，对吧？我重要参与，无所谓。其实呢，还是说什么不信？对吧？这些还是这是不信，不信，他就是不信。是不是就像一说弟弟跟耶稣说的，去吧？对，是一样的道理，对，是一样的。对，耶稣弟弟也不是这样说吗？敢去亚撒冷吗？去吧，对吧？去。然后耶稣怎么说的？你因为你不信我说的话，你知道吧？所以说他们不会迫害你，迫害我，对不对？能不能理解？嗯，哇。所以说，为什么基督教会它是核心教义啊？它是还是核心救赎教义，友谊第一摆在这儿，它是核心东西，你就知道了。其实背后里面满满的是不信，对，他就是不信嘛，他才会发展这个教义。他信的话会这样吗？不会。他信的话，我叫所有人都拼了命的追求。所以你知道吗？所以基督宗教，我还说说，跟以色列的信仰不一样，以色列的基督徒跟外邦的基督徒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一直说嘛。基督宗教的核心教义，核心的这根儿是不信，它的根儿，他们信耶稣，这才是他们第一条，就是说耶和华神对他们说了什么，对吧？凡是爱小义的人，去往天国。嗯，在对于基督教而言，这个才是第一条。对，确实是。凡是保护自己利益、保护家庭利益的人，而信耶稣的人，去往天国，而并不是什么。尽心尽力爱主神，而是把尽心力爱主你的神，刚放第八个第八条，在第八条上你要尽心力爱我主的神。刚是他第八位，第八上，这个排名第一位，第一，一和八。所以你说他把这个东西颠倒了。所以说他们为什么说爱老婆就爱上帝，爱上帝就爱老婆？对吧？他们不会讲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为什么没有这个了？为什么说就是爱人如己了？对不对？你爱他，他爱我，你好，我好，大家好，我们要保护自己的友谊，对，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对，所以说基督教的信仰是什么？家庭、个人、家庭，对吧？个人和家庭，一个家，一个个人。这个是我们的诫命第一条。如果你违反基督教的诫命第一条，他会给你翻脸。对，他为什么给你翻脸？就是这种模式嘛。这才是我们的核心教义。友谊第一，礼在第二，这个模式。嗯，但是文字他绝对不会这么写，他肯定是写神第一，对吧？啊，文字那个就是话说了，对吧？对，就是话术嘛。剩下文字就是话术了，就是话术了。嗯、所以说，你就知道了他们的生，他说，因为他们把这个作为人生第一位追求，对不对？是吧？对。他的生活也是连一块的。那么问你，如果他认为这个是第一条的话，是不是他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先考虑个人利益？对，是的。舒不舒服？我信耶稣啊，首先什么呀？我个人能不舒服了？其二，我家庭能不能舒服了？我个人舒服了，家庭能舒服了，那 OK， 那是 OK 的。这是我生活，对不对？嗯。所以说，他们也可以一定意义上说，不要让信仰脱离生活，但他们也没脱离生活，只是说什么，他们以这个为生活，对不对？该爱世界，爱世界，对不对？他们的生活是小义的生活。他们也经常说，我也觉得有时候也很有意思啊。他们也说，我们学这个道吧，他们牧师也这样说，我们学这个道吧，千万不要脱离生活啊，我们要落地生活当中，对不对？他们说什么？回家啊，对不对？把家庭管理好啊，家庭好好处理好啊，多挣钱，多挣钱，是不是？多挣钱，都不是啊，什么没有什么不是，爱人，多奉献，对不对？多挣了钱了啊，多做做慈善事业，对不对？生意家庭搞起来，哎，生意搞起来，那么不也剩了？他们说不要让信仰脱离生活，那没有，是不是？对不对？教会里面他也不要让信仰脱离生活，你知道吧？
他也不要让信仰退烧了，不要让小义，不要让小义的信仰退烧了。他也没有再说牧师说好好挣钱，好好管好自己家，孩子上哪个名牌大孩子上哪个贵的学校？你看你孩子，哎，孩子居然一年学费不到5-6万，哎，你看你就不爱主了。他们有一套自己的爱主标准，你知道吗？你看他哪上学，一年多少钱？你工作怎么样？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哇，小义的标准是不是？你发现没有，在教会里面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对，生意干得越好，家庭越和睦，是吧？如果上帝，如果你挣钱不多，那么你说你跟上帝关系很好吗？同在吗？我不信。上帝不祝福你。上帝不祝福你，挣钱都多了。所以说，你看没有？看没有？他们全部都是别人的小义。是的。对不对？也是不要让信仰脱离生活，但是全部都是以小义的生活，爱世界，以家庭为单位，对不对？个人利益满足，也是不要让信仰脱离生活，爱人，也打了耶和华这旗号。他所以说更加证明了什么？他们信耶稣，就这些。更加证明了。对。对不对？然后他看你挣不挣钱，他有一套他的标准来卡你，你挣了多少钱？证明你爱不爱神，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工资多少，你的家庭怎么样，你的孩子上什么样学校，是不是？上名是不是上是不是上贵族学校？越贵族越有钱，说明上帝越祝福你，因为别人去不了。对，他们有他的思维逻辑，什么？如果你想，那么如果你没有上帝祝福的话，你能不能去那么贵的学校？他们有他们的思维逻辑。对，是。别他说你没钱怎么荣耀上帝？对，这句话没有钱不知道。他们常说这句话，没有钱怎么荣耀上帝？所以说怎么有说服力？所以说他们是以小义这个点给拉开了。所以说在教会里面，人脉有钱脉吗？人脉在教会里面，人脉有钱脉。对，所以说他肯定有一第一。对吧？但是你知道，在教会里面有几个关心比赛的？是。在教会里面有几个关心比赛的行吗？有没有比赛再说。不是有没有几个，是一个都没有，他从来不关心，就不存在比赛。不存在比赛，对吧？因为人家从一开始就说，我信耶稣的目的就是冲小义来的，对不对？是。对吧？我就冲着友谊第一，友谊第一，人脉就是钱脉。就是钱，没有比赛。我说友谊第一的意思是什么？就是钱，多挣点钱，就是钱，关系搞得好好的，对不对？钱卖了，对吧？我生活也好，你没看到江姊妹跟那个摩门教的聊天吗？对不对？然后他们的见证，他们的辩论就很简单，我家庭现在很幸福，对，我上帝还不祝福我，对，看我追求和平，追求慈爱，对吧？你见过有这么追求和平的教派？对，对吧？所以他们所追求的东西全都是围绕这些东西，对，围绕东西，对不对？所以说他们能出来，出不来，他们你要让他们出来吧，哎，除非你要说什么竞争第一可以，比赛第一，除非什么比赛第一可以，对吧？但是有多少人信耶稣冲着比赛去了？没有，从来没有说过比赛两个字。就好像彼得问耶稣，对不对？以色列什么时候复国，对不对？是不是？对，开国嘛，天国近了嘛，又开始了，天国近你要悔改，对不对？没有人说。你什么时候以色列复国？开国的时候，开国，基督国家开国的时候，什么时候，对不对？对。他们很关注什么？比赛嘛，就是这个。在开国之前比赛，为什么雅各和约翰抢这个位置，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还没开，就是这个开还没开国，没有开国之前什么事情都有可能有机会，对不对？然后人家也知道什么位置、荣耀、地位、身份、财富都是我抢夺的对象，是不是这样？对。这是正常思维逻辑吧？是的，对不对？所以说对于他们而言都是一直在比赛，他们一直在比赛，所以说你们也知道为什么以色列人刚开始3000门徒这么又撇又舍，对吧？把所有的钱都给了彼得，让彼得去做人事，对不对？是不是这么信任
然后这么干，他为什么有这么思维逻辑？不就是因为什么比赛第一吗？以色列人的信仰跟我们 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现在十二使徒的位置已经定了，对不对？嗯。后面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官天官，对不对？后面肯定开国出来有位置，所以说他们尽可能性的去夺荣耀了。他们真抢荣，他们真的给你拼了命抢荣耀，真抢。他们真的抢夺荣耀，也绝对不会分给你荣耀，什么不赏，他们抢夺荣耀。抢夺那个看不见，但是别人就是说你为什么耶稣说什么不要把财宝留在地上，给钱留地上，天国里边，他们也知道什么，地上的荣耀身份，你可能会被抢夺，但我在天上，如果我现在市长，我在天界当在那个城市当市长的话，你抢不去了，我定了位置，你十二使你这些那个十二使徒的位置已经定了，门上都写他的名字，对不 对？马太。这人的名字安德烈，去抢，去他妈的，就是谁能上天国，把他们的名字给擦去，写上你的名字，你能吗？定好了位置，说为什么你去看这些事儿，看起诉这些事儿，你知道吧？就说定好了事情，抢，就是没有开国之前，你可以这样，定好了事儿，抢不了。对，所以说永恒的财富，我们的钱是永恒的，我们的地理身份是永恒，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你比如说。以后我在天国里面，上帝给我发了一个冠冕，这个冠冕记载了我在地上的荣耀，你们没有了。但是你要想到这个点，我每一天我们如果见面的时候，你会看到我的皇冠上有很多很多的宝石，是，这些宝石都代表着我在地上的荣耀，地上的当时我累积的贡献度，对不对？对，是不是？你没有。是不是你没有的？你没有想过，这些很实在的一些东西，你是没有的。因为人到天国里边，我们这所有人，如果假设说我们全去了，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对吧？你拥有的东西会成为你永远的东西，你拥有的财富，你拥有的奖赏，还有徽章，包括荣誉徽章，都是。你在这次战役当中，在世界活当中，怎么样为君王基督累这个国家你累积的贡献度，这个徽章都是很特别的，记载你的荣耀到永永远远。一颗徽章到要永远远，一颗徽章到永远远，这个是永恒的。这个是永恒了，不像世界上的东西会，不像世界上的东西，你得到的东西，对吧？你就过去，你知道吗？但是天国里面是不会的，是不是？所以说，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的追求度、拼搏度、抢夺度很高，很高？如果现在以色列觉醒的话，跟我们抢的话，我们什么都没有。因为我们外邦基督宗教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而以色列人的信仰是比赛第一，友谊不知道排第几，还不知道排第八，第八，现在第八，大义灭亲了，没有一大义灭亲，就排第八了。所以说，我们如果真的今天跟以色列人一起竞争存在着荣耀地位身份的话，我们是没法竞争了，因为我们根本就不存在竞争。我们连竞争意识的，我们连竞争的意识都没有，你能去跟人竞争吗？竞争啥呀？竞争啥呀？我觉得无所谓，给别人吧，无所谓。都在参与了的，哪有什么竞争意识？对对，没有。所以说，我们对于我们现存的荣耀地位根本就不在乎。包括你们，如果你们能看到你们能坐在这里，还能继续坐在这里学习的内容、认知的内容，包括你们现在认知的宝贵性。你知道吧？你现在以色列人没有，对吧？如果以色列人有的话，我跟你讲，你们还能坐在这里，坐在这里缺以色列人，对吧？是我们排到那个马路了，你们看不见了，爬在那超过那地方，对，他会给你机会。所以说，这就是现实，因为你根本没有什么竞争意识，你知道吗？你没有竞争意识，确实是。然后你还以为让你去参加竞争，你还以为什么？别人没有爱，对，你还以为教练没有爱，对不对？
教练推什么东西，所以说，所以说这些东西，对不对？很悲，很悲，也不知道我，反正我也不，就是我们太，我们脱离了现实，同时呢，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所以说一直被这个基督宗教，一直被基督宗教洗脑一样，被就好像被罩住了一样，被罩住了。对不对？九里之蛙，当然，你怎么变成九里之蛙了？因为你跳下去了。你本来还不是九里之蛙，跳下去，变成九里之蛙了。对。你不是，你要知道，你出生的时候你不是九里之蛙。对，是的。肯定不是。对不对？对吧？这里通情，这里通情，对不对？你出生的时候。蓝天白云这么大，对不对？这都好自由好开心，自己把自己路给走窄了，对不对？以前看热唱流行歌曲乐乐乐，对吧？唱海阔天空，对不对？有一天到了井边，里面个井龙跟青蛙说，下来吧，这里很美好，这里很美好，赶快跳下来吧，我们拥有所有的一切。人家说真的吗？相信我，下来吧，这就是掉下来了。然后就开始在下面就开始洗脑，这个井多么棒，多么好，对不对？给他灌输，每天灌输，然后他信以为真，在井里面就开始了，对吧？还海阔天空也不唱了，确实，海不那么阔，海阔天空，压抑的说，这个太属实了，我不唱。流行歌曲，天天看外面的青蛙，你看外面那么多青蛙，他们天天很自由，你还责备他们，你还看不起他们，哎，这人不属灵，你看没有？我这边人都属灵，跳进去了个青蛙，不知道有被熏到成什么样了。他有忘记以前，他有忘记了以前世界多么大，你知道吗？他有忘记了他以前的世界是很大的。进了空几十年，几十年之后，他以为世界就不大了。怪不得我们看小时候的照片。笑声那么灿烂，慢慢长大之后就愁眉苦脸。别说了，张家姊妹故事，张家姊妹故事典型了，不记得还挺开心。进来之后，进来之后你看现在，人也不正常，苦瓜脸，也不忧愁了。对不对？幸亏大家在这里洗了三年了，还没洗干净，还洗白了一点。不是，现在三年之后，我说帮你们往外拉，你知道吧？往上去，把你往上掉，还没上来，不要上来呀！你还恋不舍，我要下去。不久又下去一点，刚刚上来又下去一点，对不对？本来你的心和眼光很广。到了这里边之后很狭隘，很狭隘，心也变小了，越变越懒了。以前还挺勤奋，越来越懒了，够懒，够懒，对不对？然后你想再把一个人从这个井里面再捞上来，然后再叫他，世界很广阔，就被求的世界了，重新说是那又开始，对不对？为什么耶稣这么法力在，他都该你知道了，不就是吗？对，他人牢笼进去了，对不对？死翘翘了，是不是？法利赛，我给你举个例子行吗？法利赛说不能用双手工作，对吧？不能用双手，就是这到了安息日，咱们都在这儿，都不能用双手，你知道吧？吃饭也吃不了。对，耶稣是为了指出他的井里之蛙，他说了吗？你们的羊掉进了坑里面，你们用不用双手捞上来？一句话把他们毒死了。他们就是他的教义，他们认为的安息日就是不用双手，教义宗教，对，不做工，什么不做工？不做工，不用双手就不做工，对吧？耶稣在安息日里面医治啊，都是对不对？都干过了。所以说，他宗教他有他的理解。对，
你进去了出不来了。所以说他们判断耶稣是不是异端邪教，就是通过这个安息日。他总是说安息日，连你说他们评价耶稣是什么人，他连安息日都不守，你看连安息日都不守，连安息日都不守，他能从上帝而来，连安息日都不守。小教义来套大神，套大神的作为，对不对？连安息日都不守，那么耶稣有没有守安息日？是耶稣没有守他们定义的安息日，对不对？对，是这样吗？所以说，这就是你掉，当你真的掉进去了，你可能，对吧？你掉进去了，你出都出不来，掉进去能出来，出都出不来。本来挺正常的人，掉进去之后就不正常了，就出都出不来，对不对？那个青蛙跳进去了，是你不，你不是天生经历之蛙，是你跳进去从外面世界，你本来挺广泛的，然后跳进去了变经历之蛙，对，给牢笼了，被牢笼了，然后安家了也，安家了，然后咱告诉你一句是吧，别去别人家娶的时候啊，一定要从这里边去，别让别人污染了你。就要是本教派了，确实，本来是世界之蛙，变成井底之蛙。嗯，是不是？还得自己教会里边去找一个弟兄和姊妹，别出来，本来就在这里面。法利赛找法利赛，撒都该找撒都该，绝对不用互相找了。千万不能在井外之蛙找。哎，污染了，没了，污染了。所以说你就想一想，所以说你说你要再讲这些东西，为什么说这难度，是因为现在是你从把你经理这帮往上拉，你知道吗？一步一步的告诉你说不是那么回事，不是那么回事，不是那么回事。啊，外国，对对对对，下去容易啊，对不对？那真难，那个进去那么深，进去了进去容易出来难吗？对吧？教义现在我们自己看见自己就是那个井底之蛙，谁想往里出？但是那些做的东西，对呀、啊，它好深啊。对吧、啊？你要在里面都十多年了，对吧？是啊，你要习惯了那里面生活，你要习惯了，你知道吗？你要习惯了那里面生活，你要再改变新的生活，都不好改变。不是也陆子薇不是有个人去挑战他信仰吗？以后你就先问他你信多年了，如果他说十几二十年，你说哇，信了那么久了，算了。你看着说话，如果是刚信一两年，那你好可以说一说。你研究是信了十几二十年的，洗了那么多酒了，井底之蛙。九年，你像哎，反过来讲，姜子妹就不一样。姜子妹吧，她发现有问题了，她自己跳出来了。他变了，这就是青蛙那个脚。对，我记得他之前那 QQ 头像。那个跳出来之后，赶紧寻找。羊都在低头吃草，他是这样。他是这样。能不理解？有没有意思？对吧？除非你自己能跳出来，然后再去寻找，这个时候你的心还是开放的，你知道吧？是的。但如果你在里面上，你想，人家的青蛙不想上来，你非得让上来吧，上来吧。你能让一个井底之蛙上来？那可能吧，对不对？那是你有问题。对不对？其他蛙。他还以为你要吃他。确实。他们会要我翘羊了，翘羊，对不对？他以为你要把他给吃了，青蛙，我看你要给吃了。其实你想救他，他以为你要吃他。蛙，牛蛙，牛不是叫牛蛙吧？炖火锅，反正对，炖火锅嘛。对，把你炖了，对吧？就把你炸了。他以为你们要把他炸了，他再也不上来。不要走，不要走，不要走。一见了你跟见鬼似的，吓跑啊，是吧？以后见个人敢跑啊，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是像我们像井底之蛙，像极了，我们现在基督教信仰。所以说，你想再从这儿出来，友谊第一，礼拜第二。像你想再，因为这个念已经进去了，你知道吗？对，已经进去了。所以说，这也是你的生活，你知道吗？这个是你的生活状态，对，是的，对对，追求的东西是你生活状态，因为现在让你去真的为了信仰就学习，不要紧，别闹，对吧？如果现在是让你去真的去开始以大义来说，以大义也以复兴以色列为目的信耶稣，这个东西对你而言很难，
对，因为你信耶稣的时候想要满足自己的小义，对不对？现在改变你的目标，你信耶稣的目的是为了复兴以色列，是为了基督国家开国的时候呢有一席之地。这个一听，你傻了，你知道吗？因为跟你的自己刚开始信的耶稣的目标初心它不一样了，初心你知道吗？你的初心是在这里，你初心赢，就是说你的初心赢定了你，除非你改变你的初心，另外你的初心赢定了，除非你的初心就是比赛，一开始就是比赛，那可能，要不然的话就很难把你。你要改变一个人初心就很难，你知道吗？因为初心的东西吧，是你自己选择的，你知道吗？虽然这个景在这里，对不对？但也这也是你的初心，对不对？你跳下去也是因为你的初心，你知道吧？他满足你的需要了。是。你他妈别跳！成本井里面凉快。井里面喝不完的水。对不对？因为你跳下去的原因是因为满足你的初心。所以说你只有改变你的初心可能会被跳出来，对，改变你的初心，但改变初心也是很难了，因为改变初心就是改变你的三观，改变你的这个属性，改变你的目标，人生目标，改变你的生活，你们像在这个社会节奏里面，改变一个人生活目标是挺难的。你比如说任乐和小红本来呢，你比如小红以前是当老师的，对不对？生活小康类的家庭，然后以个人生活家庭为主，对不对？养一个家，对不对？一辈子我信耶稣，我这一辈子的生活就是以这个为目标，有孩子，有房子，结婚了房子住，养老，你再以后去旅游，对，是吧？这基本上了一个，现在这基本上一个基督教的一个生活模式。我两个人一份工作，把孩子养大，孩子上大学，结婚了，买房子了，哦 ，OK， 对，对吧？那么还愿意什么？那么你这一辈子为主做什么？没什么，就是你这是我们基本上的一个生活模式。你咱反过来想，像以色列人，像保罗这样的，你比如说再换个生活模式，那么小红和这个任乐，对吧？有很大的负担来复兴以色列，然后呢，又为了以后将来的使命，将来的这个荣耀，就极其的追求。然后呢，他们两个人，然后开始每一天。研究经文，理解经文，对吧？事业也不干，偶尔把经文搞懂之后呢，然后呢开始给别人讲，然后呢开始做一些工作，但他们做的工作的目的都是为了进攻以色列。你这一辈子的这个人生目标是为了进攻以色列，你想想，他能一样吗？他是完全两个不一样的生活，你知道吧？你比如说任乐和小红每天天研究怎么进攻以色列，天天研究，你知道吧？天研究怎么预备自己，赚了多少钱，然后买以色列机票，怎么去活了，当黑户也行，反正什么都是以什么攻进攻以色列为主，对，对不对？嗯，你的心态是不一样，是的，对吧？这个就是这对于这样的一个心态而言不太可能。但以色列人为了传播这个福音，牺牲了所有一切，让这个福音传给外邦。对，是，对不对？因为主耶稣怎么说，这个福音要传遍地极，对不对？这个福，所以说他们所有人刷上去，所有人都上去，为了让这个使命完成，然后推动起来。但是我们信耶稣是为了小义，不，我们不可能去，我们就是我们现在基督教基本上是不太可能，你知道吧？是，所有人都真正为了上帝的使命而去，基本上都是，最多你在家里吧，为以色列祷告，主啊，赶快动工吧，真是都干了，能干上吗？对吧？对吧？生活继续，该干啥干啥。对。一辈子就一辈子嘛。屁股都不挪一下。就是一辈子。所以说这个就是说他们在。我们外邦在这使命当中是不参与的，不参与上帝的计划，不参与上帝使命，也不跟上帝互动，以家庭小义为主，所以说上帝也不需要跟我们同在，因为什么？他同在你干什么呀？上帝跟你同在干什么？没有交集，对吧？你除了能利用耶稣之外，你还能干什么？你也不为耶稣办事，对不对？是吧？拿就好像拿钱不办事一样，对不对？有什么用？所以说耶稣也不会跟你同在了，对。
对吧？他只能会跟什么样的存在？对吧？你真正的为上帝而活的人，真正意义上在使命里面的，在众神体系里面的，真正能奉献就自己的人，他可能耶稣会跟他们同在，可能，对不对？他跟你同在没有用，跟你同在干什么呀？对吧？跟你同，你说你是以小义为主，跟你同在，你说干什么？同在干什么呀？干什么呀？为了人是为小义服务。对呀、啊，就是嘛。所以说，上帝不会为你小义服务，但上帝同在的话，可以给你大义，可以。你为，就说你为他的国家而拼命奔跑，主耶和华神，他可能会给你同在，是不是？鼓励你，激励你，对不对？他可能性，我跟你说说话，那可能性，对不对？是不是？比如小红就是耶路撒冷了，然后上帝给你说说话，要去约旦河，去哪里？哎，这个有可能性。对不对？那你天不是你天在家里过你的日子，你想上帝跟你说话什么呀？说小黄去约旦啊，对不对？然后你忙着赚钱了，拿钱。对，是不会答应我们。对不对？那么你忙着赚钱，上帝跟你说话有用吗？没用。那有什么用？你忙着赚钱，你忙你的，上帝忙上帝的，跟你没用。所以说，你就知道为什么基督教很难触及到上帝，就在这里，很难触及到。还很有意思啊，就是说你发现没有，现在的先知也很有意思。我不知道你们对于先知这一块就是看不看世界上的先知那些人啊，就是很有意思，他们所预言的东西都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跟任务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是的，你发现没有？我见过一个这样的信息，就是说让囤粮啊，让怎么样啊，对吧、嗯、他就有这样的。我说但对于一起大家们做任务没有，我就接触了几个信息，假信息的更多。他们的新信息什么？主耶稣要来了，赶快啊，邓哥赶快买粮食，赶快囤个粮，囤个粮。就是说，基本上都是已经就是要有战争了，没有金融危机了，但是他们不会给你什么啊，对吧？战争来了，谁来带领军队？军队在哪里？嗯，没有。任务是什么？对。任务是什么？神很有意思吗？星际召唤干什么？很有意思吗？就没有像那摩西时代做任务，你发现没有？没有做任务，先知居然没有做任务，确实都没有做任务，也没有军队做任务，很有意思吗？对，只有他们自己在想啊，怎么或者某种模式，很有意思。还是围绕生活。他对又回来了。谈生活，他还是有点生活，没有用。所以说，这圣经里面的先知都是假的，假生活方面的。对。我再说一点，就是刚才我们刚才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天国心和分辨性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的信心，你要知道我们的信心，就是我们跟，就是我们是否能对于上帝他有热心，就是说有热心的问题。对于说信仰的热爱嘛，对于信仰的热爱，或者有梦想，我都会有梦想这个事儿，就是说，对吧？嗯，就比如说雅各和约翰抢夺主耶稣的左膀右臂的位置，对不对？他跟就是说我为什么我们现在错误思维逻辑？我们以为我们的热心、我们的追求、我们抢夺生命冠冕、抢夺荣耀和地位，是因为以利亚我这个人能不能行神迹？就是说我们有个错误的思维逻辑是什么？就是说如果我能行神迹，就好像我会给你梦想。就是说因为现在很多人没有天国，就天国心很弱，不是说没有，有天国心很弱，就梦想很弱，你知道吧？追求度很低。而我们现在想的东西呢，是认为什么？以利亚行的神迹不够大，或没有神迹，大神迹大异能出现，导致了我的梦想很弱，导致了我的梦想弱，梦想，导致我天国心很弱。为什么我现在天国心弱？特别是我没有梦想，特别是我们对于信仰的热爱程度不够，是不是你？因为你不行神迹，大神迹，赖。但是在旧约、在新约里面，你发现，不管是摩西行了多大神迹。不管是摩西行的大神迹，不管是耶稣行的大神迹，对不对？不管是那么你说大神迹的问题，你说摩西行大神迹大不大？大。
大太平洋了，对不对？嗯。那你在大太平洋也没有看到他们，也没有看到他们至死忠心，也没有看到他们誓死效忠，也没有看到他们进攻加南，也没有看到。对呀、啊，他们跟这个那个没关系。他们不攻占加南，没有天国心，那么跟他行不行神迹有必然性联系吗？没有。然后我们再看耶稣，那么耶稣行，你说耶稣行神迹大不大？大。那么他们为什么？那么他们对吧？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去誓死效忠啊？对呀。他为什么不誓死效忠啊？拼命追求，为什么不？对吧？比翁从天而降，五千人吃饱了都。对呀、啊。取羊行走，斥责这个风雨，对吧？那么他们怎么为什么不做呀、啊？为什么？所以说，这也是我们现在一个问题，包括伊丽莎，包括严厉性，对吧？他们一直也在这绕，你知道吧？他们认为他们自己今天撇不下舍不下，没对于这个信仰梦想就没有梦想，因为什么？伊利亚行了神迹，有问他把我行神迹这个事情跟他的梦想挂钩了，就好像我能行了神迹了，他就会有充满梦想。找了一个借口。就说他们不，就是说，就像那个财主一样，那个财主悠悠出走了，那个财主悠悠出就是见耶稣，悠对吧？悠悠出走了，是耶稣行了神，就是按照这么逻辑的话，是耶稣行了神迹不够大，耶稣行了神迹不够大，所以导致了他悠悠出走了，而不是因为什么，他本来就对于天国没有梦想。对，是的，他先出了问题。那么就是这样，只能这样理解了，对不对？对不对？是不是？对。所以说，我也一直讲到这样讲，说如果我不存在呢？对呀、如果我没有伊利亚这个人，我讲过很多次了，是不是？我在课堂上讲了很多次了，说你们不要赖我，就是说你今天没有梦想，没有追求，没有理想，没有热爱，对信仰热爱，你不是因为我。是我不存在的话，那么反过来我不存在的话，你一辈子不没有天国心了，你没有梦想了，就是你一辈子不能拥有，不存在梦想了，没有伊利亚就没有梦想，是吗？这个有没有必要？就逻辑关系没有必要，还有是个辅助帮助，对不对？对，不存在我了，我就更就说什么意思？明白，变更明白。不存在，我不存在，你没有梦想还是没有梦想？对呀、你应该这样讲，你没有梦想，没有天国心，你本来就没有梦想。对，对，就是。你不是说因为我能带给你梦想一样，对不对？你就好像一个就拉力赛一样，你不想参加拉力赛，你不喜欢赛车，对不对？你不喜欢赛车，跟我是不是赛车手有关系？对，对，没有直接的那种关系。你不喜欢拉力赛，你不喜欢赛车。你不喜欢跑拉力赛那边，跟我都不用说别的，跟我是不是赛手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你不喜欢，那么跟我赛手。对，对不对？现在问题。就好像你比如说今天我是跆拳道黑带，你就喜欢，你就好像比如说我是跆拳道黑带，你就喜欢跆拳道。我是跆拳道黑带，我证明出来吧，我今天拿黑带，对不对？你就喜欢你就会喜欢跆拳道。不会有联系。不会。没有关系。我是跆拳道黑带的话，那么你比如说我伊利亚，我想看看你踢腿怎么样。我给你踢腿，你又爱上跆拳道了。会。你明天你也来参加。就有可能会喜欢，但是不是说绝对的，就因为你我才能。不是，你要想这个逻辑，并不是这种逻辑关系问题。我是跆拳道黑带，跟你爱不爱跆拳道是两回事儿。对，是两回事儿。对不对？但是反过来讲。你本来就爱跆拳道，我是不是黑带对你有很大关系了？是、因为你要选教练，你要选道馆，你要选道馆，对不对？如果你非常爱跆拳道，是不是你下一个问题是什么？选道馆，选老师，对不对？你在这个时候，我再给你哇，给你踢脚啊，对不对？是不是？我再给你踢几脚的话，你可能选我，对，有可能，对不对？但是你本来就不爱跆拳道。我是不是黑带？我是不是教练？跟你什么关系？没关系，我什么教练？什么关系？你不爱人什么关系？那所以说，这些都是逻辑上关系，对不对？所以说，一定是无法爱上帝超过一切，无法撇下一切，对不对？对，是不是？无法为这个梦想而付出，而献上自己，奉献自己，是他本来对于这个信仰就没有热衷度，他本来就没有梦想，跟我没什么关系。是。
是你是个没有梦想的人，除非是什么，本来比如说本来你那上天国性很高，对不对？他现在到我们这里来分辨我，对不对？是不是？他本来就撇下一切，本来就可以舍己，他本来就可以具有信仰很高，然后来到教会来分辨我。OK， 因为你分辨你，因为你分辨我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寻找教练。对。对不对？四大凭据是干什么？四大凭据是辅助你、帮助你寻找教练啊。是的。他不是说给你梦想的。是的。能不能理解？明显能理解吗？理解。能不能理解吗？能理解吗？这我能不理解？你们能不能理解？理解。能理解。逻辑关键，四大凭据是帮助你分辨教练的，它不是帮助你追求梦想的。是的。那你说这个点你都我们说连这个点能分辨，那不就是有难了？像尼克丁姆一样，尼克丁姆怎么说了？若不是上帝与你同行，对不对？对。若不是上帝同行，你不能行这样神迹，对不对？是的。因为尼克丁姆通过神迹去来寻找耶稣分辨是不是老师了，对不对？是的。是不是？他不是说看过神迹之后他就爱上了耶和华神，应该说尼克丁姆本来就爱耶和华神。对。尼克丁姆本来就爱耶和华神，对不对？ 是不是？保罗刚开始保罗扫罗也是一样的，保罗本来就爱耶和华神。对。他本来就对于他本身对于这个信仰的热衷度很高，见人就杀，对不对？反正你该影响我的信仰，我杀你，对不对？他本来就有。是的。对不对？能不理解？叫约书亚一样道理。约书亚本来对这个信仰就很热衷，然后又选择了摩西，对，跟随着摩西干，对不对？但是摩西不是，但是约书亚和加勒对于上帝有信心，他本来就有信心。对，他不是说见到摩西才有信心，他本来他们两个这人对信仰追求度很高。是的。所以说，我们要把天国心和分辨心给分开，你别把这两个放到一块儿。因为有人说了，你找借口，你知道吧？你自己不爱上帝，你套上了以利亚不能飞起来，因为以利亚飞不起来，所以我没有热情，我没有梦想。就然后，如果有人再这样想的话，你就想以利亚如果有黑带的话，能不能让我爱上才能到？对，这就是他们两个有没有这个必然的联系？我踢腿踢得再好，跟你热不热爱这个运动有什么必然性联系吗？没有，对不对？还是说，因为你热爱这份运动，因为你热爱这份运动，所以你需要分辨哪个教练的时候，你来看我腿法好不好，对不对？用各种各样的凭据来分辨我适不适合当你的老师。对，就是。是。我是不是这么逻辑？你想是不是逻辑？分辨行，分辨嘛，对不对？因为你分辨的目的，因为你分辨真假福音，分辨真假老师的目的是你想选的老师。你分辨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你有梦想，你本来你没有梦想，你本来就没有梦想。是的。你没有梦想，你本来就不爱，你本来就没有爱，所以说你没有爱，没有梦想，那说明什么？你要寻找到什么？你为什么要去天国？对，天国心，天国心，要寻找你跟上帝之间的问题。是的，这就是天国心，是你跟上帝之间的个人问题。是的，对不对？梦想，你有没有梦想？是不是我能带给你梦想？是你要寻找的梦想。是的。你那么，如果真的人，如果有课堂可以给你梦想的话，那么为什么没有上辅导班呢？我们孩子都去不行了吗？不爱学习的孩子都送去，不爱学习的孩子都送到梦想学院去了之后都有梦想，志向很大，志当存高远，志当存高远，志当存高远，都送去行了吗？都无敌了，这学校赚老钱了，我跟你讲，你能把一个孩子从好吃懒做好喜欢玩的一个孩子，然后把他给变成有梦想的人，哇哦！赚老钱了，这样学校赚上老钱了，我跟你讲。是的。家长，我跟你讲，你说多少钱吧？20万都给。20万，我跟你说二三十万一个人。爱学习吧，爱学习的。这个太棒了，我说。太棒了。因为这属于一个社会痛点问题，你知道吗？是的。社会痛点解决不了的问题，然后被你解决了，你厉害。哦。你真厉害。你能让一个不爱学习的人变成爱学习的人，你厉害。这个真的很厉害。这个真的很厉害。就好像你让就你能让一群你能让以色列60万人不想进攻迦南啊，你能有方法能改变他的心，能让他们愿意攻占迦南，
我只能给你鼓掌，你就无敌，我说真的是无敌，你这个能力太无敌了，太棒！你让一帮人不愿意干了，就不愿意攻占迦南，然后你有方法能让他们不愿意攻占迦南。哇，那妖华神真为你鼓掌，你比上帝都厉害，上帝还厉害，你比上帝还牛，是不是？上帝还上帝了，对不对？你还能让不跟随耶稣那帮人跟随耶稣？哇、wow, 小天使都为你打鼓了。哇，这个能力太牛了。耶稣都说不，就是耶稣想尽了一切了办法，神迹异能，讲道恩赐，他说他什么都使用了，对不对？人也复活了。没有，才120个人加，才120个人跟随耶稣，你有方法可以帮助他们能跟随耶稣。哇、哦、那很厉害、那真的很厉害。贡献度很高。对不对？对吧 ?MVP。那么对吧？所以说你们期待，所以你们没有梦想，你该想什么？我也给不了你的梦想，我也给不了。对对，对吧？现实是什么？耶稣给不了。你的天就是你的天国心，你的心，你的天国心，你的梦想是属于你要寻找的东西，是你要寻找到的，对不对？是，对不对？是不是？对。你比如说，你不爱空手道。我也不知道怎么让你爱上空手道，其实我也不知道，其实但可能你需要很多很多的对空手道的认识、理解、追求了，认知，对不对？但是如果我是空手道3段、5段，可能当你爱上跆拳道的时候，我对你就开始有用了。我这个时候才发挥我的作用。你就知道有个好的老师多么重要，是，对不对？就好像拉力赛也，他也是一样的道理，对不对？张弛是赛车手。实际上才是事儿，跟你爱不爱上拉力赛也是一样道理，对不对？你不能说张弛赛车手让我爱上了拉力赛，这没有逻辑关系。没有。张弛是专业的赛车手，让我爱上了拉力赛。你怎么推理这个事儿？就是说我可以分辨张弛是专业赛车手，我分辨了，对不对？是不是？我分辨出来了，张弛重能出来了，评剧四大评剧，张弛四大评剧都有了，对不对？重能出来了，他是专业的赛车手，那么能不能推理出下一个问题？你爱上了拉力赛，一样道理，同样道理，是不是？这是不是同样道理？这是不是这么逻辑？是不是这么逻辑？是，对，对不对？张弛是赛车手，就是逻辑怎么说？你爱上了拉力赛，你想拿名次，你需要分辨。你就要四大评去分辨张弛有没有能力，他到底有没有资格成为你的老师，这个可以成立。对对。你发现了张弛赛事很棒，越来越给你信心，对不对？你选上了老师，所以说这个信心，四大评去给你的信心是分辨出来的，这是这个信心，是他有没有资格当你老师的信心。对对，对吧？听我这句话啊。是的。四大凭据给你的信心，给他给你的信心是让你选拔出一个很好的老师，你对这个老师很有信心。嗯，而这个信心呢，这个信心不是天国心的信心，是的，不是梦想的信心，是的，是，不是追求荣耀的信心，追求是否追求荣耀、地位、身份，这是你的事儿，你要找的，对不对？你是否追求荣耀、追求排名？你是不是想拿第一名？你是不是想拿拉力赛第一名？这是你的问题，要解决的问题，这是你要去把解决问题，对不对？然后你需要分辨的心，分辨四大评去分辨张弛能不能当你的老师。如果他确实很棒，那对你而言选择老师这个环节上你很有信心。但所以说信心和信心的语境不一样，分辨性的信心跟天国性的信心，他们两个是不一样的。是的，他都需要信心，但这是老师的信心，另外一个是什么？梦想的信心。对，他两个不一样啊，对不对？是的。所以说我们要区分了，所以说我去年一直讲这个问题，所以说可能我们还没有吃透。所以说你就知道我说这句话了，如果我不在了，你还会不会爱上拉力赛？对不对？我是不是一样的例子？如果张弛不在了，伊利亚不在了，不在今天不在这里了，你会不会爱上拉力赛？你不会爱上拉力赛，你本来就没有爱。是的。你本来就不爱上拉力赛，你别说我在不在，对不对？没有用。
对不对？对，是。所以说这个逻辑可以读出来吗？我不知道今天讲这个能不能让你读出来，对吧？就说白了，你能不能尽心尽力爱出你的神是你的事儿，是，嗯，对。是自己的，对不对？所以很多人会找借口的，很多人会找借口说，啊，我们如果说董帅走了，我们怎么怎么样？其实你要先问你自己，你有没有那个梦想？对，你有没有那个心？对，如果你有的话，其实你这个心应该是持续一直在燃烧的，对，应该是火热的，跟这个老师在不在其实没有太多的关系。对吧？就比如说举个例子，像江德梅一样道理。他有火热的心，他一直有，但他需要个老师，对，是的，对不对？他需要一个指引，需要个老师。但再比如说何时，他们总是说韦立勇走了，他们都完了，因为他你本来就没天赋心，你本来就没有那种热爱拉力赛的心，你本来就没有，就是韦立勇在你也没有，他不是，所以说他们没有搞清楚这个逻辑是什么，他们认为韦立勇在，他们爱上拉力赛，其实没有，他们本来就没有爱上拉力赛。他们没有爱上拉力赛，你知道吧？不是说他们已经都不是合适那边的人，都爱上拉力赛了，你知道吧？对，需要一个张弛在那个地方，不是的。是的，他们本来就不热爱，他们就算他们不聚会了，我觉得也很正常。为什么？因为他们本来就不爱，对，没有动力，你知道吧？没有，除非什么，他们本来就爱，然后需要一个老师。嗯，对，是这一点太重要了。所以说，姜思明一直火热，你知道吗？并不需要我们什么天天拉着他走，他可以自己走，只是说我的工作是干什么，指引他一下的，很轻松，应该自带马达的，对不对？就好像好的学校好的班级一样，那学生很听话，你知道吗？那学生都很有梦想，对，你作为老师，你作为老师你要指引他怎么去做就行了，很舒服。但反过来想，这些孩子都不爱学习，这些孩子，然后他们是不是家长来老师，是不是老师教学质量不行？是不是？对呀、啊，对不对？小红在学校当时，如果你班级考成绩不好，就说你不会教。他不想，他的孩子不爱学习。对。他不会想，他的孩子很垃圾。是的。他不会，家长我跟你讲，老师不行，不想学生很差。对。对不对？不找本身的原因，找对不对？对。为了学生的问题啊。对不对？因为当老师人，因为我本来就做教育员嘛，发现家长就是那想想事儿，对吧？你的孩子学英语学成绩不好，你的孩子不学，那谁来都比我不管用，我跟你讲，谁来谁管用，谁能救他？俞敏洪来都不行，俞敏洪来没用，俞敏洪来抱着来也没有用，谁来我跟你讲，一个不爱学习的人，谁来都没有用，没用，对不对？这里面还有一个逻辑，那。你要送旁边那个人喊一下，把他喊醒，对不对？对吧？所以说，为什么说好的学校都一般都要高质量的学生？嗯，好的班级都要高质量的学生门槛，然后呢，配上好的老师，这个班级就很优秀。是，优秀是什么来了？好老师，好学生，对，才可能会优秀。为什么？你看，包括体育运动一样，他们选名儿。选苗子，你知道吗？对不对？他不选坏苗子培养，直接就选个坏苗子去培养，挖钱了培养。你会吗？对不对？所以说，为什么说只有撒种一样道理？你是不是有好苗子？你是不是有个可以值得培养的好苗子？然后像你像马其顿跟格林多就不一样，对不对？是不是？好苗子马其顿，坏苗子格林多，你看没？最后都是同样老师来教，结果是不一样。都是对。对吧？课程都是一样的课程，对不对？你不说保罗针对这个学生的课程有没有不一样？他们都一样的课程，只是说他们本身自己不一样而已。你是好苗子，遇到好老师，你的结果也会很棒。对，如果你是坏苗子，你遇到好老师也结果也是很差，你是该不及格都很正常，对不对？是，对，所以说一定要先去很多问题什么，先去找。你说，比如说你说我在这里，对不对？我给你们讲同样的课程，对不对？对，是不是？你们要思考，他为什么学得好，他为什么学得不好，他好为什么？怎你要去想这事儿，然后自己再找自己的问题，是不是我哪里有问题？就是互相找，你要去想，因为大家都在同，因为这三年学习，我没有说
就开什么小灯儿，对吧？天天给你讲什么东西，就大家们的课程，大家们学习内容都一样，你知道吗？你学不好，因为你的问题了，是不是？是，对吧？你学得好也有原因，你学得不好也有原因。学得好的人肯定很上心，学得不好的人肯定，肯定有很多不上心的地方。嗯，对，对不对？都同样的课程，就是，对不对？同样的看点，对吧？就好像就好像我说这些课一样，每个人的吸收。都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是吧？每个人，你们每个人吸收，它都是不一样的，理解力、心思意念都是不一样的，对吧？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些逻辑思维全部都弄清楚了，对不对？对吧？你很有可能说，你为什么对于拉力赛不感兴趣？可能是也是因为你是井底之蛙吧，因为是以前的井底之蛙，没有出来过，可能他们两个。他们两个，对吧？他们两个是一样的，你知道吧？习惯了，你知道吧？我以前信耶稣，他就是因为小一而信了。然后我用在这个井里面，已经待了10年20年。然后你突然给我讲去参加比赛了，我对这个比赛本来就没有热，也没有兴趣。我对这个比赛本来没有兴趣，对不对？然后呢，我也学了四大平去分辨你们，对不对？但是我发现了，我依然不热爱拉力赛，是不是？现在我们就面临这个问题，对不对？但你要说你不热爱拉力赛，你不热爱这个信仰，你可能你本来就不热爱这个信仰，因为你本来就冲你一开始你知道你初心，这是你的初心，对不对？你一开始因为小义而追求了耶稣，有了信仰，你因为小义追求了信仰，但最后发现原来是大义，对不对？对吧？你因为小义追求了信仰，所以说经历之吧之后呢，你学了分辨心。但是呢，因为大意这个事情呢，对你而言好像也没有什么感觉感受，所以说你又开始要面对新的什么东西，你为什么要信耶稣？又开始回到什么初心了？初心了，找到为什么？宏观就我们那本那个万显归宗那本书就这样，对，你又开始回到什么宏观福音了？宏观福音，你要回到宏观福音的，那么落到你地。在里面，对不对？是吧？其实可能是你的宏观福音出现问题了，因为微观福音是执行力的问题，是你该怎么做？宏观福音讲的是什么？为什么？宏观福音信仰讲的是为什么？对不 对？为什么？可能你还是不知道为什么。对。所以说，在微观福音信仰上，你的执行力也不行，宏观福音不行，微观福音不出问题。对吧？所以说万显归宗那本书呢，是结合第一年第二这三年的课程内容都放在里面了，对不对？你为什么对于荣耀不追求？很可能什么，你以前对于荣耀的就是你的三观，你的认知对于荣耀的理解就很浅，对，就没有追求，能不理解？就是你以前可能就对于荣耀这个东西追求度就很低，所以说你也不会去认为是这么高，可能很多很多的一些三观的原因，没有把你这火焰打起来，很多原因啊。所以说你要去寻找本根的问题，所以你发现三观、宏观分享、三观，还有你对于某些东西的认知，都会影响你对于这东西的追求，都会影响。是这样吗？是这样，对不对？对吧？也可能你从来没有信过，也可能你不信，对吧？也可能是大原理，也可能你不信，也就是说有两种可能性，要不然你不信，要不然你对于美好的东西本来就没有向往，能不理解？要不然你不信存在，就是说其实你心里要去，你其实大脑理论上知道，其实你不相信存在。要不然什么？第二种可能性就是什么？你本来对于这种美好的事情，比赛竞争的荣耀地位身份的东西，包括那些冠冕东西，你本来就没有竞争意识，能不能理解？你本来就不存在竞争意识，所以说你也觉得无所谓。因为以前我在学校里面习惯了竞争，你知道吗？比赛考试成绩，对不对？因为我是包括体育运动，因为我一直是活在什么？竞技比赛里面的，我从小学排球、足球是打市比赛了，我参加
青岛市比赛了，就是我一直是在体育运动上我一直是比赛状态，在学习上我一直是比赛状态，你知道吗？一直到大学了我还在这拼命学习还在比赛，你知道吗？所以说可能我的竞争意识对于美好，我因为我还是个有梦想的人，对不对？梦想，我本来就有梦想，你知道吗？对不对？我只是把我追求世界的梦想转化成了追求天国的梦想。我本来就有梦想，我只是转化而已。但是对于其他人而言，可能什么？你本来就没有梦想，你本来在上学的期间啊，你本来考试成绩你并不是基部前十名，基部一千人。就一千人你在一千人的比赛里面，一千人一个积分，一千人比赛你本来就不是前十名，你本来就不是，你本来活着就没有梦想，好吃懒做，然后玩，所以说你就无法体会到这个比赛这个竞争意识，对吧？要所以就这么些原因，要不然你不信这个事儿。要不然你不相信耶稣画了大饼，要不然就是你没有竞争意识，所以导致什么？你对于拉力赛这东西梦想，对于梦想东西就火焰大不起来，对，没气，没有气了。包括对耶稣的爱热爱，对不对？你本来就是一个什么？不是个知恩图报的人，你本来就是个忘恩负义的人。那么主耶稣上十字架，其实对你而言可能也没法感动你。是的，很多原因，对吧？耶稣可能也没法感动你，其实你只知道什么有这么回事儿，但是可能耶稣做了这个事情对你而言的冲击力并不是那么大。是的，是，对不对？都是是不是都是宏观分析？对，宏观分析，对知恩图报的心，包括梦想的心，可能很多的元素你都不存在，导致了你对于天国心的这个低，你知道吗？可能很多的低。是的，这是我分析的，但你们会去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我觉得应该差不多这么回事。是，就是你本来就对于耶稣的爱，你本来耶稣的爱就没有融入到你的心里面去，本来就是什么耶稣上十字架这事儿跟你没有太多的关系。对，不，你只是别人告诉你耶稣为你的罪钉了十字架上，但是对于你的冲击。共鸣感动是不存在的，是不存在的。你本来对于天国的追求，对于美好事物的追求，你本来就不追求，所以说你也不是不存在了，导致了你对于这个方面的很多，所以说都打不起火，你知道吗？很多因为分辨心这个东西吧，它好说，你知道吧？分辨现在这个东西好说，为什么？只要你智商没有问题，只要你愿意找个好老师，你就可以分辨学，对不对？这个东西相对而言是比较好入手，对不对？只要你去学习一些东西，然后呢怎么去分辨力，对不对？是不是？这个东西分辨张弛这事儿很好分辨了一些，对不对？但是这个就比较上面就比较难了，热爱的东西比较难一些，可能很多东西挺复杂的。对，你们想是不是？你们会自己去想着。这些逻辑上的东西，对吧？梦想跟分辨，跟选择一个教练，选择教练，你的梦想跟选择一个教练，这个教练实现你的梦想，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是不是？当然，首先你想选择教练之前，你首先肯定不是什么。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你肯定是比赛第一。先有过先。首先你什么？你要选拔张弛，选拔我一样。你首先你的第一位什么？比赛第一，比赛第一，对不对？对。如果你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话，小一第一的话，那么其实你还这个问题是你要解决了，你要想办法解决，对不对？你要想办法去面对现实，对不对？所以说我们今天讲这个道。那就在这个地方，我希望这个逻辑，如果不清楚的再问我，清晰吗？清晰，这三个点，对吧？没有梦想的人找梦想。如果你觉得还分辨，就是你还没法分辨我是不是你的教练，你可以分辨我，但是你不要把这两个放一块儿。
你没有梦想，你要寻找梦想，你别寻找我，我不是梦想，对不对？对对，我不是教练而已，我是教练，对吧？你想打，你比如说你想打奥运会跆拳道，是不是能拿下奥运会冠军？这是你的梦想，对不对？对，你要寻找到。但是我你如果你选择了我是否能实现你的梦想，那么你要分辨我，我是否能帮助你实现你的梦想？我是，你知道伊利亚是什么样的人？伊利亚是帮助你实现梦想的人，我不是梦想的创造者，我不是发明梦想的人，梦想的工厂。对吧？梦想工厂，我让你做梦可以，大家做梦，不要老一家给你发梦，对不对？我不是梦想的制作者，每天比如说做了个梦，我给你这个梦想，画画，来我给你个梦想，钢琴，我给你个梦想，什么什么什么，对不对？我不是梦想的制作者，如果我真的有这个本事的话，我发大财了，对，我还能给人给梦，我还能把一个梦想灌输到人的心里，我再发大财了。但是我可以干什么？如果你比如说我是英语老师，你爱上了学英语，我是一个，你分辨我是不是一个很好的英语老师，我可以让你的英语学好，学得更棒，对不对？你热爱英语，你只是热爱，但是我作为一个专业英语老师，我可以帮助你的英语说得很好，对，学得很好。这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你分辨我的目的，对不对？你分辨我的目的不是说分辨了伊利亚是不是好的英语老师就能让你热爱英语，是的，不是这样的，对吧？所以说这些逻辑思维弄得很清楚点。你热爱英语了，你的英语不行，找到了我会让你的英语很疯狂crazy English， 对不对？crazy， 对不对？是不是？但是反过来讲，如果你热爱英语，是吧？你找李静教你英语的话，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完就完蛋了。Thank you。对啊，然后苹果 Apple， 对不对？那完蛋了，就是你的热爱英语会变成很疯狂的 Apple， 对吧？苹果说 Apple， 是不是这样？所以也会完蛋。所以说分辨的重要意义就是你的方向正确。我是引导你方向了，我不是引导你梦想了。对不对？是的，我是引导你方向，这点很重要，对不对？我不是给你梦想，对吧？所以说你们回家要把这些东西都这些思维逻辑搞清楚，别混乱这些东西。如果我不要因为我无法给你梦想，就是让你跌倒，跌倒了。老是赖你，老赖。老赖我，一定要没给我梦想。越听越气。对。哎呦。怎么又是这个又是那个了？因为他没有梦想嘛，对不对？他没有这个目标，目标不一致嘛，所以老是赖他，都是你，都是你害的，对不对？对呀，所以说你知道我是干什么？我是带了一批有梦想的人实现梦想，对，带了一批有梦想的人实现梦想，我不是带了一批没有梦想的人，我给你梦想，那我觉得这个工作我连干了不干？那不太可能，这不可能的事情，对，耶稣解决不了问题，我能解决吗？硬是头皮也没办法，是吧？你不想滚两家难，我能让你滚两家难的事儿，我觉得不可能的事情，谁能解决？谁能解决了？对吧？你自己回去想办法，你想好，你自己想，你自己想通了，你为什么滚两家难？你自己往下想，你自己，对吧？你想通了，那我带领你去打家难可以，对不对？你想通带领家难来，你想不通，我带领你就赖上我，带不起来，带不动，就会变成质疑了，你知道吗？怀疑了。为什么我不想孤单难？是不是伊利亚的问题？其实你的问题是你不想，你记住，是你本来就不想打，你本来就不想孤单加难，你本来就不要不去，你本来就不想去，你不想去就不想去了，对不对？我也让你去不了。好，今天讲到这，感谢主。